他是日本航协的主席，接近70岁吧，68好像是。当你看到一个这么年纪这么大的人他还在飞，你其实你会很羡慕。我参加这项活动的时候就看他飞，他一直现在还飞，就是我小的时候也看他飞，我也老了他还飞。我现在才53岁，我要67，我还差15，所以我希望我还能够飞15年。可是我是不是能够15年后还能够这样飞，我也不想。Good work.